我拉黑了一位中粉，最近他天天私信问我能不能送一个包给他。他说反正你的包都是自己做的，肯定也花不了几个钱。看到后我很无奈，我做的包用的都是最好的头层牛皮，一个包从制作到雕刻再到缝制需要花上20多天的时间，纯手工本来就立包，一个月更是做不了几个包。希望你们支持手艺人的同时也能理解手艺人的不容易。